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，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压力，一些群众就业生活遇到困难，一些地方发生洪涝、台风、地震等自然灾害，这些我都牵挂在心。大家不惧风雨，守望相助，直面挑战，攻坚克难，我深受感动。辛勤劳作的农民，埋头苦干的工人，敢闯敢拼的创业者，保家卫国的子弟兵，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挥洒汗水，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。人民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最大依靠。